中吗？啊！翔哥已经是高雄之友了，把他留到十二点好吗？好。小燕点。哎呀，真的太棒了！让我们再喊一次好了，一、二、三 ，uncl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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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人在那边。那好啊，干你。谁很久？没事，没事，先欢迎先别待机啊。叫 uncle 收了。哦，不是叫啥？叫哥哥。哦，来来来来来，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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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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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爸爸真伟大，命运造我家。掌声鼓励，掌声欢迎哥哥陈昇。我知道昇哥你也舍不得走，我们高雄人那么可爱，对不对？来啦！我跟你讲啊，不是我把刀给摘了，哦，你把刀给保养嘛？不是，我今朝来给人家说，一心二圣三刀四回五福六合七贤八德九如十全，耶！夜市，夜市，把每个夜市讲出来。夜市，六合瑞丰光华，这个不要。好，下次教你啦。那我们把现场继续交给昇哥。这个还有新朋友，看看对，带来好听的歌曲，现场朋友掌声鼓励鼓励。好，我们该上来这条，上来上来。Yeah.
谢谢阿Von老师，太棒了，谢谢我们大家今天都。